老缺了，他不在这里耶，他不知道去哪里玩去了。大番薯也不在这里，他们刚才在那边吃米，吃什么？他们刚才在那边吃。 芒果，这都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，吃完了，是吧？那你粉丝多了哈？嗯。你是抖音们了哈？快手。有好多个人看过现在？十多万。十多万。一个月得到个颜值多少？你们搞到？我们得得到，这不就好玩？这就好玩哈。嗯。 渣都没了，今天就忙着一。对啊，这差不多，这不对，这差不多对。好长时间啊，谢谢芝麻姐。今天这花芝麻姐是花生，这个芝麻姐买的，啊，谢谢芝麻姐，人家这差不多，终于全部都能吃上了。我那边我扫了一大圈，啊，扫了一大圈。 这吃不饱。好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全部，全部都是。有水了，来过来。那米线，米线，米线。起来了。这边是什么？米线。
90%。 豆豆。 好，这边他们咬他，梦辰，咬他，梦辰，不要怕了，我帮你。 他不要了。海选会。他不要了。 那抱起来也软了。哎，狗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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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孩子一个都没规矩，往后抢。你抢什么嘛？你看大福领了多少孩子？看到没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啊！大福带着九个孩子呢，你看，带这么多孩子，九个孩子。 哎呀！下去。下去。不下去了，要带走。没有了。啊？妈妈没找我。
给我买。没得你整那么，人家都听到了。那个鱼吃在那，那里爬起来。他不要了，还挺会。他不要了。